为着要培养产业的人才，同时让学生更早甲业界接触，新营高工结合着国立科技大学甲一座知名产业，积极推动产学的合作。去年底成立全国高阶首创的蘑菇先进制造技术应用中心，也佮有产学训练的南部基地，日前嘛趁着学校的运动会进行两中心的揭牌仪式。除了积极跟科大像国立的湖北科大、国立的勤益科大来签订合作产学携手专班以外，那么我们也跟很多的厂商来合作，一起努力，共同来推动，促成了我们目前在结合我们的技术教学中心成立一个产学训练的一个教育基地那未来希望经过这些基地的一个设立，那么结合学校的能量跟业界的一个技术或是我们的一些师傅能够进来学校这边协助。该摆仪式的同工，侪厂商拢到场来参与。新营高工嘛邀请到邻近的詹姆农工、北木农工等等的学校做伙到场，甲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等等十外间的产业签订产学合作的意向书。当天也有20家的一个厂商来学校这边，我们也签署了MOU 的合作意愿书，那么希望未来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像产学携手合作计划啦还有像我们那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甚至于提供我们学生老师们比如说职场参访啦，或是协助学校这边的业师协同教学啦等等，很多一些产学的部分那真的很感谢。新营高工表示，真感谢参与的厂商赞助专业的软体、道具，还有工具，让学生有更加先进的设备会当来使用。未来这两个中心，若是提供学校的师生来应用，卖办理各项的课程竞赛，强化学生的能力，嘛替厂商找人才。南投新闻王伟德新营采访报道。